我的新手机。师傅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你功课怎么写成这样？师傅肯定发现不了，我睡着了。一天到晚就知道睡觉。师傅竟然罚我扫一周院子，这何时到头啊？吃饱了才能干活嘛。交出来。哎呀，被发现了。那要不把手机还给我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同学，能不能问一下你的手机号？你问我手机在哪里买的？我在抖音超值购买的，可划算了。喂，你好。不是啊，同学，我是想问，同学你几班的？之前没有见过你啊。应该是我问你是几班的，我可能是你的班主任哦。